超过15了，就是这样充电，好大，哦，这只大概8-9公斤，是啊，哎，哇，太香了，哇，哇。它这边有个景点，有个景点，就是那个船。哦，等一下你看就知道了。什么船？海之船啊？不知道。没有。对啊。它这是真的船。目的地在您的左手边。左手边这个、哦？对。这什么东西？这里就是恋爱广场啊。这是哦，这个就是哦。对。那你是说这个大船哦？哇，这多少斤啊？在远洋，我之前也来这边钓，就在那里有人在钓鱼，有没有？嗯，好，我再跟你听一个。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打沉底了。啊，没有绑白带吗？没有。接着那个在这边吗？海那边吗？我这船很大呢。去一下好，那过去看那边，我知道那边有个位置了。OK OK。OK 啊，好了，准备组合钓具啊。哎呀，还是你钓一只，我钓一只就好了。好了，钓那个折波尾。注意看那杆子，如果变直的话。变直哦，现在有点曲度了。那个我刚刚就是松线了。它这样有点曲度了哈、哦。对，要碰线就是杆子就变直。钓鱼吗？一定会更高，希望。我们今天煮的是花椒鸡面，花椒鸡面，然后等一下再加一个猪的里脊火锅肉片，然后花枝丸，好吧，这就我们的晚餐，两包了哈、哦。对啊。花蟹真是奇怪，这样才会吃得饱。花枝丸，然后再煮一下，热一下。来吧。你应该也可以上来，没关系啊。开小火是吧？好不好？小火慢滚。对啊，可以这样坐着这样吃一下。开动，我们的晚餐。
怕撞到你上面的减震器。不会啊，这边这边那个车上的减震器。哎呀，啊。而且杆子都放在这里，这个也是我睡觉的地方。吃碗这肉片了哈，八只碗。这种冬天喝个热汤，然后吃个，真的是不错。嗯，八只碗，这边给汤哦。别擦，我倒回去洗洗。嗯，好赞，香啊，好香哦。嗯，现在汤浓浓的，刚刚好。对，刚才那个很方便哈、哦。休息一下。人干，动了，动了，我看看，我靠，哎呦，真的掉到丢远一点就有了，就有了，哎呀，哇，我睡腰睡腰，哎，是啊，哎，哇，嗯，这边这边这边，来这边这边这边，哇，哈哈哈哈。哇，也是哎、欸。对啊，要靠近航道就中了。这比较亮，这比较亮。靠近航道就中了。哇，哇，这只也好大、啊。对啊。哇，哈哈。哎、欸，我刚刚看到，哎、欸，线松掉了，我想说要不要跟你讲一下。我靠，啊，六只。他现在夹着不放，对不对？放在地上，他就放掉了。你看，哦，跑掉了，跑掉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是这是那个哇，让它放开的放，如果硬扯的话，它脚就断掉了。就断掉了。啊，等一下，小心小心。来，那我们现在他现在翻过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就怕他夹到嘛，先压一下。哦。哎，阿弟啊嘿，抓那个他的那个勇气。哎呀，这只肉怎么样？硬不硬？这只哦，试看看。这样子，嗯，抓这样子，然后头压着，哎，哎，抓抓这样是最稳的啦。哦，好好好，对啊，哦，顶诶，顶诶哦，直接顶诶。哇靠！如果港内的话，它叫有点像超回答这样子。超回答，哦，这就是超回答，有点、哦、比较黄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啊，如果交配过的话，也会像这样子黄黄的。好，所以还是有啦，还是有啦。对啊，它、啊、就是要往那个航道丢就对了。从这里啊，对，哦，也是15.5哦，对啊，也是15.5啦，哦，对啊，哇，也是大只的，大只的、嗯，这个越多越好。哪一种？这个藤壶哎，对啊，就跟上次那个家中那一只一样。对对，藤壶啊，这越多越好。哦，越多越好。哎，表示它已经很久没有换壳了。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哎，哦，好，那这边还有一只了。然后这只小只的，就是说它是属于腹部有肉的。啊，但是它的脚其实肉的部分还好，它身体捏起来就比较硬。哦哦哦哦，哦，一二三四五，好，哇，五只哎，五福临门。它肉很白白干净，就是处男。特别高。哦，白白的就是处男，然后那个交配过就黄黄的。哦，被用过的就黄黄的就对了，就有那种像烧焦的痕迹这样。那个是被用过的就对了。我有啊，我有剪刀啊。啊，那就用你的，因为我的这个已经不来啊。你看它水，这表示水很干净。这个，哎，哦，这样子表示水是清的，最清的。
啊，如果它在泥沙地的话，那个怎么塞就是那个泥土颜色、啊，那个就脏就对了、欸。那就是它那个水质比较脏一点。嗯，这个啊，我这个通常都不吃的，因为这个有时候吃起来苦苦的。对啊，對而且有时候不小心还会吃到它的那个胃囊。过去还有一只，这个，那个有藤壶的那一只啊。好。哇，有，哇，这个有藤壶的好吃啊。其实这样子算是有高的，有高啊。对啊，哪边看？中间这个都是它的高啊。那就不要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对啊。哇，还活着呢，新鲜吧？它应该是淹到那个铁盘底下就可以了。其实水不用太多吧。就要靠那个蒸汽而已啊，靠那蒸汽而已啊。对啊，没事。嗯。老板都说蛇大叔，这个哦，国军跟我们讲说，如果是紧慢哈，就要反放哈、哦，啊，这种回击啊就没关系了哈。对啊。这种就是正放，反正是吃肉。哦，就可以正放啊！正放的话，等下弄起来比较漂亮。对啊。啊？很有比平常重哎。对啊。不要第二个，不要垃圾袋哦。有勾到什么？哎、欸，有了！啊，有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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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敲龟了哈、哎！没有敲龟了，终于了、欸。这只是锦吗？锦吗？科群。这个是科群吗？哎，耳锦吗？啊，有照到吗？对啊，漂亮。终于没有敲龟了，没有敲龟啊！好 ，OK， 放生。好，这只放生了。哇，这只要拆钩。那、啊、我来拆好了。它、啊、会不会刚好它卡在那个？人手不要进来啊，小心哦。来，往这个。因为它这个夹下去也是会流血的。好的，那、啊、你翻正面，我看一下它的背景。背面的让它放开。好。哦耶！看一下正面吧，什么叫科群？哦，这是科群哦，太小只了。哦，他故意翻过来。好，有了。哦，这就是科群哦。哎，他要把夹住了。啊，我好不容易把。哦，下来了。好，来。哎、欸，对，然后抓后面那两片，哦，轻轻的就好了。好，轻轻的，好，放生了，好，放生。啊，大小只差这么多了，你看国权那么大只，我就是，哎、欸，今天六只，今天算六只了哈。安全关。保全官，好的，来开箱，开箱啊！哇哇，
哇，红彤彤的，哇，太美了。哇，拢是雾。来吧，来吧，这样子这样刚好。嗯。你说我一直这个，啊，一直这个。啊，对啊，这样子交叉。对对对对，啊，这样才知道说那个那个多多硬多好。有肉啊，有肉。鲜甜，鲜甜，很像那种花枝那个软丝的那种甜度，甜度，甜度。那我要先吃这只脚，甜，因为我要看看说，然后等一下再吃这一只，看看更甜的。哦，哦，甜哦，礼物，我够好吃诶。对啊，哇，有啊，它肉没有很饱，但是这样子算 OK 的啦。嗯。那 OK 的。哈哈，哦，哇，你看，好甜哦。有那个藤壶的肉就更饱了，哇，哦，肉差好多，啊，这饱满度真的有差哈，哦。对。啊，不好意思让大家看我们一直吃哈，哦，完食，哇，哇，噔噔噔噔噔，哇，吃的都是。哇，好过瘾啊！啊，赞！啊，你可以配一下饮料。其实它这个也是很大，啊，那干嘛到那边吹风？这边就很舒服了哦。对啊，对不对？这边就很舒服了哈，哦。所以说这里也是个玩法。这样子，啊，外海，我不是赌看看看会不会数量会比较多。哦。啊，其实通常就是在那个那个进出口那个区域，那个是最好的哦。那可能就是。在涨潮或者是晚上，它会从那边进来，然后退潮就从那边出去，所以如果你钓那边的几率会比较高。嗯，啊，因为我们这是属于口的里面的，它有时候跑那边、跑那边、跑那边，不一样，不等的。啊，但是基本上哈，还是丢航道最稳。一鱼两吃，完美。好，完美。这把我就要觉得爬台北港这一里，台北港啊，这里我就觉得大概七分了，啊，台北港那人家都超九分。